来了，三位老板同时表示，你敢发好牌，我就敢推啊。底池瞬间来到了20万。欢迎来到龙凤德州，来看这一手牌啊，教授拿到一对 ACE 啊，加注到了16000。Mickey 九勾圈，六九勾圈单门花，选择跟注啊。OC 手里呢，圈三两对，直接推出了 in。教授没什么说的，一对 ACE 肯定是会接的。现在就看 Mickey 了，面对两个对手，要不要铤而走险呢？别看 Mickey 现在手里12万刀啊，他已经输掉了。差不多15万左右 ，Miggy 最终 call 了下来。这手牌 Miggy 牌确实差了点，但是奥马哈呀，谁也说不好。看看 Lauren 的手气，翻牌580，两张红桃只发一次牌，还好 Miggy 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，Outs 还是非常多的，转牌一张 K。这样的话，一张七，一张九，一张勾，一张圈，甚至一张 ACE 啊，都是 Mickey 的 Outs， 但最终呢，却发出来一张三，而 Outs 的手里恰好有一对三啊！哇，这个逆转啊！没办法啊，荷官手里的牌啊，一小部分能帮到这个人，一小部分能帮到那个人，就看荷牌掉什么了呀，谁赢都有可能。恭喜，最终168的底池啊，落入了 Aussie 的手里。接着往下看，教授 A 圈15单门花 ，raise 到了13000。Charles 拿到一对 K 呢，三败到了46000刀。跟下来的话又是一个大底池啊，跟住底池直接上10万，64开的胜算差不多。Charles 的一对 K 啊领先，翻牌680，两张方块 ，I'm all in。教授拿到 A 花听牌啊。外加一对十啊，直接是推了。两次发牌啊，目前教授的胜算还是领先的。Charles 的一对 K 呢也还够用，转牌一张草花三 ，Charles 也拿到了同花听牌，合牌啊，一张草花六。Charles 第一次发牌笑到了最后啊，牌面跟教授也是没什么关系。第二次发牌。红桃三 ，Charles 仍旧领先，合牌，哦，一张方块。尼卡尔伯惊讶道：“哟呵，你还有同花呢？”教授说：“废话，那你也不看看啊？翻牌面，老子可是一手非常不错的牌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推 all in 啊？”不行啊，一翻译成中文好像就没有教授那个哎呀泰然自若的那个味儿了。继续往下看啊，这是 Charles 的 Open， 不过并没有读到牌。 Aussie 6779的两门花跟注，教授拿到了一对 ACE 啊，这应该是要往回推的，直接打了一个满池。底池限住奥马哈呀，最大的下注额度呢就是上一个底池的深度，外加上对手先手加注的三倍。三人池翻牌 K 五十彩虹面，目前教授仍凭借着一对 ACE 领先，不过没看到 Charles 的牌啊，不知道 Charles 手里有什么。Based on what I'm seeing in Professor and Aussie Matt's hand, I imagine Charles is connected somehow, right? What do we think? We think Charles has something here? 底池76000刀，教授直接打满了吗？直接打满了。这牌 Aussie 当然是接不动啊，现在就看 Charles 有没有牌了。如果 Charles 中 K 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接的，因为牌面啊确实比较干燥啊。Charles 有 K 有圈，哎呀，一对 K 对上了一对 ACE 啊 ，K 圈九七
这牌竟然有五成的胜算，有这么高吗？好像也确实啊，发七、发九、发勾好像都可以。最终合牌是一张九，那这样的话 ，Charles 做成了 K 九两对儿。我靠，这又被发死了吗？合牌还是一张勾啊 ，Charles 做成了顺子。哇，教授这运气可是差了点啊，两次发牌全部被发死啊，胜算领先也不够用了。$227,000的坡，教授愣了半天，最终也是苦笑了一下。拿着筹码的手都在抖啊，还不相信自己已经输光了。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，Charles 二十勾 K 的单门花，$8,000的加注 ，Miggy 拿到一对八。不会又推吧？你给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啊，已经输了250,000了。一对八跟注，还有 Nick Arbo 的一对七也跟了下来。Flop 有七啊 ，Nick Arbo 重赛。而 Charles 这边拿到双头顺的听牌来了，三位老板同时表示：“你敢发好牌，我就敢推啊！”底池瞬间来到了200,000。又是一个大底池诞生了，18万的坡，转牌五，合牌一张勾。Miggy 可能还以为自己运气不错啊，中顺子了。不过 Charles 手里的顺子啊更大，没关系，还有第二次。一张八，完了，又发到了 Charles 的手里啊。不过还没有结束 ，Miggy 拿到 set 八。这样的话发张九发张圈都可以赢，没有啊。这样的话恭喜于老板再次收获一个双杀，而 Miggy 呢已经输掉了300,000。要哭了，我有一条顺子一个赛的八竟然赢不了。不玩了。来，接着往下看，这手牌是老魏拿到了一对 Ace 啊，$9,000的加注 ，Miggy 老板三四五的连张哭了下来，还有谁啊 ？OC 拿到一对十啊，单门花，同样选择了跟注，这是一个三人吃，翻牌五九勾。Miggy 击中一对五 ，OC 这边是一个卡圈的顺子听牌，加上自己手中的一对十啊。OC 挺敢打呀，翻后直接下注啊！你忘了身后还有个老魏呢？呵呵，老魏反家直接叫了 OC 的 all in。这一对十怎么能打这么拼啊？一次发牌 ，OC 这是要回家了吗？这刚来就走啊，合牌，哎呦呵，一张十啊，让 Aussie 后门中塞啊，这都可以啊，想走门都没有啊。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，Charles 又是一对 Ace 啊，一对 Ace 加注到21,000 ，Aussie 勾四两对啊，在 Cutoff 跟了下来，还有老魏的一手 A 十勾的单门花，翻牌933 ，Charles 手里恰好有张三，翻后继续进攻，打25,000 ，Aussie 一对勾就不跟了吗？哎呀，后悔死了呀 ，Aussie 呀！可惜了这牌啊 ，flop 上25,000跟下来的话，这手牌 Aussie 怕是要拿到 double 了呀，脸上写满了后悔。接着来往下看，这回又轮到教授拿一对 Ace 了，这番前拿到一对 Ace 的概率啊还挺高的呀。教授加注到21,000 ，OC 678的连张反手一个跟注，有牌吗？37圈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卡五的顺子听牌了。
好死一对七，哎，这打的有点莫名其妙啊！对手翻钱加注入池啊，这一对七竟然敢硬打，完了，这么干燥的牌面啊，教授当然会接啊，直接拿一对 A 四啊推出 all in， 奥斯也没办法啊，已经套池了，走是走不了了啊。20万刀的坡，转牌一张十，这给了 OC 一个卡九的顺子挺牌。What？ 最终合牌是一张四啊 ！OC 竟然凭借着后门的四七两对反超，这也可以啊。第二次发牌还是一张十，哇 ，River 一张九。哎呀，强行入池，却没想到运气如此之好啊！这下轮到教授郁闷了。I can't breathe。这张牌桌上的几大流行语啊 ，I'm all in, that's me, I can't breathe。好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